大家好啊，咱们击打物体的时候一定要以这个目标的中心点为主要瞄点，只有这样咱们散布点会更小，打得会更精准一些。打一下这个易拉罐啊，哎，没打住，再来一发，这抽啊，双击啊，兄弟们。什么是兄弟？什么是你？别忘了当初一起腥风血雨。什么是规矩？什么是游戏？方寸之间自然会有天意。哎，哦，看见吗？看完了，看得见吗？这家也太快了吧，这个太快了，你打不了了。哎。蒙他一发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好。